平时老爷子有什么爱好吗？书啊，唱片啊，还有什么回忆？哎，双塔，我想查查到底是谁杀了我爸。你爸年轻的时候也戴副眼镜。当初为什么离开双塔？为什么来北京？是时候会回老三的儿子了。你和我爸还有丁永利，你们做了什么啊？当年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，兄弟相称，恩怨的事儿理不清。账都散了，人心也就散了。我在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双塔太冷了，爸带你去个暖和点的地方。